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千城探秘。全世界的舞蹈种类有很多，大家身边或多或少都有人学过舞蹈，但接下来这个舞蹈视频可能会颠覆大家对舞蹈的认知，也被称为世界上最诡异的舞蹈。一开场，一名小女孩以怪异的奔跑姿态上了舞台，接着一边后摆抬腿，一边手扯着自己的头发，突然不停地用手拍打自己的头，接下来的每一个动作都很机械化，好似有人扯着线控制女孩的四肢。紧接着，女孩每一个动作都以奇怪的姿势翻转着，好似一个提线木偶人。女孩的每一个动作好像不受自己的控制，身体各种扭曲着，要不是台下轰鸣般的响声，一个人真的不敢欣赏。整段舞蹈找不到一丝传统舞蹈的风格，再配上小女孩木偶般的表情，更多的是惊悚和诡异。这段舞蹈是来自美国青少年舞蹈大赛，名为木偶舞。木偶舞看起来就像是机械的形象，由于这类舞蹈好似人没有关节，跳起来的时候没有任何舒适的体感，所以这段舞蹈也被称作最诡异的舞